剑烈风。好啦，黄图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五班千百米，大热暂时显示是五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凌风慢啊，咁啊如沐春风都慢啊，咁啊仲有隻千金一落咧，大约尾三到啦，尾四就竞进飞鹰嚟噶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啊，奇峰咧就已经系摆到喺前面放噶啦，咁啊见到外边位置咧有呢只黄金元帅走咗上去啦，最出大面菇红帽咧仲有剑烈风，三只马比较快嘅，跟住第四位啊，咁啊中档蓝衫黄帽嗰只咧就小腹将啦，第五位君临大地跟前咗好多啊，响内栏粉红衫智聪明，响出边就系黄图嚟噶，咁啊得佢喺外。再后边嘅马啦，咁啊中搭红衫，咁啊黄帽，仲有只放马过来啦。内栏白衫白帽咧，咁啊就系呢只辉煌巨星啦。后边五只马，开心大师，咁啊黑衫黑帽咧，咁啊有竞进飞鹰响尾四啦。后边三只如沐春风啦，出边就凌风啦。暂时殿后系灰马嗰只千金一落嚟噶。接近呢个咧就系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一对大嘅，咁啊有埋边嘅奇峰啊拍住出边嘅剑烈风啊。第三位内栏就小腹将啦，出边第四位好大只嘅，有呢只黄金元帅啊。第五位就黄图。内栏第六位粉龙衫仲有智聪明啊，再第七位白鼻菇君临大地外边咧，见到如沐春风开始上啦，等紧内栏嗰边咧白衫白帽咧，咁啊第九位到啦，仲有辉煌巨星啦，马林中间咧就放马过来啦，响出边就系呢只凌风啊，尾三等内栏，咁啊就系开心大师啊，咁啊后边两只竞进飞鹰啦，咁啊同埋嗰只千金一落嚟噶，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奇峰响埋边啊，剑烈风咧就一路追紧佢噶啦，咁啊再见到第三位响内栏移出嚟。中档有小腹将啊，外边位置智聪明亦都冲紧啦，马林中间有黄图啦，攞出去外边就辉煌巨星啊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嚟剑烈风啊，外边智聪明咧沙沙声咁样上紧嚟啊，埋边位置仲有奇峰啊，最后五十米剑烈风仲系战先，智聪明逐步逼近，接近终点嗰步啦，埋边系剑烈风，出边系智聪明啊，咁啊至于跑第三名，奇峰响入边啊，外边白衫白帽冲上嚟跑第四咧，应该系嗰只辉煌巨星啊。咁啊，劍烈風仲頂唔頂得順咧？但係睇個勢似頂唔順啊！十四號嗰只咧，智聰明逐步咬上嚟。咁啊，第三名應該都仲係奇峰。咁啊，第四名係輝煌巨星。有智聪明啊，蔡明少临尾得翻9.6倍嘅喎，跑第二名咧，见到六号嘅剑烈风啦，陈嘉熙第三名，一号嘅奇峰啊，周俊乐第四名咧，二号嘅辉煌巨星梁家俊啊，全部华将。埋尾落飞啊，96蚊啊，得翻。哦，救得翻啦吓，赢翻场，得翻23分嘅咋。正式影到相啊！14号智聪明赢咗嘅，第二名6号剑烈风啦。咁啊，最后阶段咧，小腹将又成为大热门咯。结果咧又系唔知跑咗去边嘅。咁啊，睇翻呢场嘅巡逻影片啦，千百米大外档嘅剑烈风咧，好落力嘅，一路捽紧埋嚟见下陈嘉熙啦。咁啊，最出边黄图就埋唔到嘅。中路位置见到奇峰啦、小腹将啦，后边白鼻菇咧就是、君临大地嘅，贴栏就系头马啦，嗰只就智聪明啦。咁啊，走出边见到就放马过来嘅。另一隻內欄都跑得近嘅，就係輝煌巨星啦。咁啊，後邊就開心大師一路沿途都喺度大力執緊打邊，好似鬥後勁咁啊。何銘年啦，嗰只咧就競進飛鷹嚟嘅。跟住尾三咧就如沐春風，尾二就千金一落，包尾就凌風嘅。咁啊，依場步速都正常嘅，喺第三段咧就慢咗啲。咁啊，其餘一二四段咧同標準時間一樣咁滯噶，都屬於中等步速嘅賽事。前面就奇峰冇跑錯啦，預期擺喺前面放，都唔係放得快啊，但係翻到嚟就頂唔住啦，唔知係咪跑得密有關係啦。咁劍烈風一做嘢啊，落班啊，亦都咬翻好嘅咧，就有氣有跑翻近啊，咁啊緊緊輸嘅啫。咁啊頭馬依家喺邊啊？咁啊都仲喺中間好位啦。咁啊開邊就見潘頓嗰只上嚟。前搭安黃圖啊，咁啊依場後追咧，始終都唔係話好好啫喎，都係前置啊，跟好位噶。莫雷拉嗰只就跑啱曬嘅，不過始終就真係停角做嘅嘢唔多，咁啊結果跟到嚟翻嚟直路咧就直路初段都仲可以嘅，咁啊末段200咧就明顯轉弱噶。咁啊依度就劍烈風出咗嚟先，以為都有機會贏翻場，啊點知啊有一隻智聰明殺上嚟，咁啊啱啱啄過咗佢。嗱，睇翻頭馬張相啊，文嘉亮贏多邊，翻嚟贏個短馬頭。
第四场赛事嘅预计派彩大跑第一名十四号嘅智聪明，独人派96蚊，位置派33.5。跑第二名系六号剑烈风，位置派63.5。跑第三名一号嘅奇峰啦，位置派22蚊。跑第四名系二号辉煌巨星，连赢六搭十四，派1216蚊。三重彩十四号、六号、一号顺序派13906蚊，单次派2297蚊。卫士 Q 六搭十四派359.5，一搭十四派117蚊，一搭六派214蚊。短码头啊，恭喜马柱啦！有个一档啦，可以喺内栏。随场近一近咁样，今场都可以赢马啦。落飛添嘛，落尾啊！嗯，落尾啲大冧爆好多都落飛。咪唔落嗰只又唔得咯，競進飛鷹次次跑得好都落噶嘛。三家嘅預計派彩勝出 A3 其他冷門派17.5。四連環派5662蚊。四重彩十四号、六号、一号、二号顺序派157927蚊。